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有一个金属块啊，它的体积哈、哦、是等于45立方公分的、啊，它质量呢是等于400公克。好，那根据这个表哈、哦，所提供物质的密度了啊、哦，要让你判断说这个金属块可能是多少，那你就算它的密度。算这块金属块的密度，就400，哦 ，m 除以 v， 就是400嘛，啊，除以45，我们用5了哈，5×9=45嘛，5×8=40，所以呢，接近呢10了，哦，8点多吧，9×8=72。9×9=81嘛，接近9，哦，这是80嘛，8.8，那哪个呢最接近呢？这个铜最接近了，所以应该是铜块，应该要选 C。